您呢一定想不到，一个豆皮牛肚锅做成了个招牌，并且开火了100多家店，十秒明哥教会您。熟牛肚豆皮切条穿成小串，这芝麻酱和花生酱1:1，加盐和啤酒分3次，加水打匀了，香料面辣椒面用啤酒拌一拌，这菜籽油啊烧热了，慢慢的浇在辣椒里，加入香辣酱搅拌匀了，麻酱倒入锅里，来2勺辣椒油，加盐味精鸡精调味，加大骨汤烧开，放入串串开吃，每个串串都挂着麻辣浓香的汤汁，嘿，这满口飘香啊，越吃越上瘾，绝了。您呢一定想不到，这普通的花生米做成个招牌菜，并且是桌桌必点，十秒明哥教会您。花生米清水泡上3个小时，准备小米椒现浇改刀，控干了水，剪出发芽的花生，放入这橘子皮、小米椒、蒜片和香菜根，按屏幕上的比例加入蚝油、生抽、陈醋和白糖，搅拌均匀了，放入保鲜瓶中，盖上盖，冰箱冷藏2个小时即可。这酸辣的汤汁配上脆脆的花生米，嘿，家里来个客人拿这菜，再配上一杯小酒，嗯，绝了。